你都给我滚进十八层地狱！就为了你的，你宝贝的仕途吗？就因为你是政务官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你才跟瑞杰会这样惨死在荒郊野外吗？谢谢各位媒体记者来，请你们发挥你们第四权的力量，好好的监督这一件事情会怎么发展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看到没有，明成跟赖建就是这样血流不要死掉的。法务部长、矫正署长，你们所作所为，每一步都在践踏每一个受害遗族的心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抹灭了每一个基层执法人员的力量、力气，请你们都起来好不好？请你们不要再讲轻飘飘的官场文章。还有，我真的是明德外一间的典狱长、杜通典长官，你的欺上瞒下，就因为你是政务官吗？就为了你的，你宝贵的仕途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明成跟瑞德、明成跟瑞杰会这样惨死在荒郊野外吗？你支持吗？你有没有权益啊？我没有讲完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讲完，我没有讲完。我现在很冷静，这一句话是我代表受害遗族的心情讲的。这一句话是我代替那些每个晚上流眼泪睡不着的受害遗族讲的。哎，管你都给我滚进十八层地狱！院长，那个台南现在传出杀警案，那个各位紧急讯息。我刚刚也在这个手机看到这个新闻，我感到很不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警察同仁呢都非常的辛苦，我们的治安就是靠警察同仁，像这样的通缉犯，竟然敢一下子就杀掉两位警察，我是觉得像这个一定要，我是反对判死刑，但是像这样。一定要判死刑的啦，不应该杀警察。